51岁天王黎明承认与小自己19岁的助手阿斌交往，早前更在社交网站公开即将为人父。近日阿斌早产1个月诞下女儿，黎明很开心，此次得女也是他的心愿。5月1日，有香港娱乐周刊报道，黎明嫂的情史非常精彩，此前和富二代车手赵伟游恋爱，直到去年10月两人还以情侣姿态出席友人婚宴，不过现在4月就提前1个月生女，时间线有冲突。黎明嫂疑似脚踏两条船，据悉赵伟游被问到黎明嫂生女会不会恭喜对方，黎明嫂是不是脚踏两条船等问题，赵伟游都拒绝回答，也不愿恭喜对方。此外还有黎明嫂同学爆料，她中学时异性缘很好，早早就谈恋爱，黎明的这个小女友2013年在担任李治廷助理期间就曾经传出过绯闻，据说也正是因为这段绯闻关系导致阿斌离婚。两个经历过离婚的人有机会走在一起已是一种缘分，有了的小生命更将令我成为父亲，并带我进入人生中另一阶段。